美国洛杉矶医师交响乐访问团今天中午到达了花莲，受到花莲医师同业工会的热烈欢迎。为了使尽情欣赏横贯公路的风景，这个人数很多的旅行团在沿路一再下车，慢慢地欣赏，并且互相照相做纪念，因此一直玩到中午2点多钟才进午餐。在花莲参观访问的行程中，他们还参观了花莲的一个乡村的卫生所和花莲的医院。